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就不写盖下，我们开的是宁家购蓝色的，这次我们来的是露娜，就是那个红色龙了。我 Harry Potter 还有这个龙，那这个是9岁到14岁都可以拼啊。哦，看后面一下，后面真的很好啊。Free Dragon， 这个是什么啊 ？Free the Dragon。哦，这个是前不懂几个影片的时候我也有拍这个。那这个来大家介绍一下，它是这样的了。老板的。然后他这里有名字，盖我那时候拍的蓝色的龙时候忘记给你们看一下的名字。既然我们要来拍开箱这个的时候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其实是我蛮喜欢一下他的，他说有一个东西可以飞的，那我们看一下咯。嘿，我先去拼啊，一二三。哇，太硬了！哒哒，这个红色楼已经完成了，还有剩下的楼下的人，我要安装一点，因为有东西掉下来了，我要安装好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这个其实一直有东西一直跌，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来，还有这个，不要跌，不要跌，小心，小心。啊，这个 Harry Potter 每天鸡一直跌。来了 ，Harry Potter， 大概就是这样啦。还有他有这些几位人这样咯。后来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龙先吧。啊哈，这龙出名啊，这个就是龙蓝红色龙。他呢，这个呢说是上面也是一样的这个人。然后他的看他的表情可以，你就说你可以这样子熬他，熬他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，一百他的什么 pose 都可以。他有一个好处很好的，我最喜欢的，他的哎呦，他的这里呢，你可以按他这样子，你看他可以飞。哦，原来是翅膀哦，对不起大家，这个翅膀。妈呀，然后一下子熬到这样，哈哈哈哈，这个这样，那可以飞了，回家了。今天影片到这结束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哎，没有了，现在开始，来还在呀，就是我影片完了，笑。来，再跟大家讲这个一下，这个是，哎，谢马丹，一直点一直点这个啦。不要，千万不要跌再跌一次。哎，这个龙我们放它在一边先。来，这个先。来，这个是那个顶嘛，就是说这个它中个给那个，给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还有忘记了跟大家讲说，其实这个龙是能飞，但是刚我拍的这个的时候呢，它是说是它是不能飞，只是它是摆盖那个蓝色笼子可以这样子摆，只可以这样不了咯。然后它的这个是可以飞的，就是说这个是它不能飞的咯。来，我们先大家讲，它看怎样捕捉，这个就是捕捉的人，那么来跟大家讲，怎么这样的，每天一直这样的，来跟大家讲一下怎样捕捉它的这个龙。
来，这个呢，你可以拖哈这个。喂，喂，因为这跌的它，刚买好的。啊，它的这个给拖的话，你看啥？你看，它要掉在它的这个。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它呢，这个绳子可以扣在它这里，也是可以扣它这里的呢。OK。哦，要好了，要好了。那我们先带另外一个，就是这个 Harry Potter， 这个 Harry Potter 它也装一个鸡，就是要让那个龙吃的龙，然后它的这里可以飞的，那你要按它的这里，喂，拜拜。然后其实它的这个是可以的，我先放掉龙一个，放掉龙先，然后这个肉的话它可以飞，还要吃。来 ，open your mouth， 啊、哦、啊、哦，呀，你可以给它吃，给它吃了，给它装。然后下面呢也是可以咬尾巴。哎呀！今天影片到这结束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